科技园区，咱甲台南县、甲彰化县的花卉专区、甲国家花卉园区，咱是无共，伊是是花的部分，但咱是综合的，所以咱内底有咱的布公种苗，一寡这个合作，咱的产销班，咱的农会，互咱会当农作物，以后咱的园区是一个平台。这个园区万一要销国外、销国内的一个角色，所以这个园区是良心。这内底咱有足多试种茶，来让提供予足多诶，这个叫做研究诶发展来做。较优秀的种苗，毋是就按我欢喜代表华人，是到伫咱本土来作为一个全世界种苗的繁殖最重要的一个基地。再告诉我相信咱对海。发展会更加好些，透过农业生物科学园区的发展来改变足侪物件。过去，但是最关心的是花坛的刘院长啊，郭庆，还有陈副院长，咱屏东县包括范农会甲乡镇，在座屏东县政府的所团队的各位先进，到我台北来。行政院的各位同仁，每一是父亲节啊，吼，先祝在座以及无在座天下的这所父亲啊，拢父亲节快乐吼。当时我最近我因为拢无去查吼，应该今仔也是去抽啦，在座拢未解吼。我会记安尼，今仔是入秋，啊，若是入秋是收成的季节啦。比如收成的季节来搞哈，那普通拢秋收。所以最近我拄只去这个有一条路高雄靠潮州啊，因为物价甲大陆看吼，通车我去啊这个通车便利。最近有人讲这个因为最近吼，唔再是这个要讲乌酸中毒、乌中毒，也是讲家己有心有意思要去。参加这个选举啊，啥吼啊，常常伫这个参加什么剪彩啦、通车典礼。其实，因为总统就职三年外吼，伊的拍拼，吼、总统的拍拼，一寡证件啦吼，伫所有的政党拍拼，慢慢，就讲像今仔日啦，我们已经进入收成的期。所以我慢慢拍拼，原来是大家讲啊，你要看迄个政党轮替了后吼，地广物丰啦，我看建设，即摆开始伫变变讲，咱食饱拢去剪彩吼。其实真的是慢慢，咱有春夏秋冬吼，秋天到啊，慢慢就是收成季节。所以今日除了来遐剪彩之外，我因为苏家村环境的压力。因为啊，伊也拄着我出大，我过来我来照顾安尼吼，所以煞来看咱这个生计，农业生计园区。啊，我会记你听伊讲的吼，讲都是讲华姐，这个。然后校长提供这个意见，另外提供宝贵意见，蛮多谢校长对这个帮忙吼。我想安尼就是讲，咱这个农业生技园区是啊，拄则苏馆长讲，